待三年，天堂终于推出全新职业，闪光圣骑。以往的近战，伤害强、爆发高的通常缺乏坦度，坦度强的又容易被风筝。但这次的新职业闪光圣骑可不是省油的灯，可以同时装备双手剑跟盾牌，有输出又能兼顾防御，媲美单手剑的攻击速度，外加 2.5 倍的伤害，输出真的暴力。位移跟控制技能熟练之后，晕到对方哭爹喊娘啊！再来是独特的护盾技能。除了能吸收伤害，还硬是要多人家一条血。超高的技能命中率，即使面对等级装备悬殊的对手，也能够完美命中。真不愧是韩版坐拥近战王者头衔的最强职业啊！